设定为餐厅，嗯，所以餐厅的话，我们就自己画一个大象为主角，嗯，然后把餐厅的食物啊，还是饮料都附有大象，像饮料的话上面会有拉花，然后食品的话会有大象的图案，嗯，甜点的话也可以印上大象的图案，这样子，嗯，那我们的成本的话，其实只要不到100块就可以了，嗯，那我们这个是不管年轻还是老的都可以来吃的地方，嗯，然后。然后那个赖，如果是九个赖的贴图的话，嗯，可以用以大象为主角，然后有饿的、饱的，或是叫服务生过来，还有不错啊，正在吃饭，或是喝咖啡中，还有一个很满足的脸，或是在想要吃什么呢？还是说拜拜，或是说回家这样子，嗯？那如果口号的话，大概就是大象了解你的，大象解决你的嘴馋，这样子，嗯，完毕。